OK， 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今天的话继续给兄弟们解说一下雪三的一个在雪三看的一个见会的一个局啊，对吧？现在一开电脑一解说比赛的话，满脑子都是雪三啊。好吧，这一把比赛的话是周一的一个见会的一个局啊，关键班的话很少见的见会能够碰见三攻打三攻啊，因为我跟兄弟们说一下，见会基本上都是那种浮战啊来演练的一个，对吧，来演练的一个比赛，就所以说的话剑会里面能打剑会的三攻，那是肯定要平常的话要打服战队的呀，就一般的三攻的话没有实力的话，什么打打班战啊，对吧，打打那个华山啊，就所以说的话三攻队的话很少打剑会啊。我们来看一下对面这个阵容的话，第一次见，看一下对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实力啊？关键翻闰土的三攻，这边的话有一把天震的小克，好吧，天震的小克，每个人增加25%的伤害啊。就是说的话，这个伤害的话，这边的话也是一把猛烈，对面拿速度，关键翻拿伤害，对面是一二三四五，好吧，对面是全体拿到了一二三四五速啊。可能关键翻的人物单位倒地之后的话，比较难起来啊，因为配速的话一定是要比关键翻人物要快的，也就是说配速拉起来之后的话，对面有五个单位卡在中间出手就很难受了呀，兄弟们，对吧，卡个一两个的话偶尔有神佑163，这他妈一次性卡五个啊，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啊，看一下对面伤害怎么样。鸟阵的话本身就不提升伤害啊，鸟阵的话还被克了个5%，对吧，斯托米呢这个飞机的话这个伤害的话有一点点薄弱。看一下尼摩城，哎，尼摩城伤害还可以啊。OK， 关键把斯多宁打出163，这一把163的话增加32%的伤害啊，这一把163的话飞机的话对面有一点点扛不住啊，看一下能不能倒地啊。OK， 还好关键番运气没有那么好啊，只神了一把没有神第二把，好吧，神第二把的话这163飞机啊。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的配速啊，看一下比赛的第三回合，看一下观战番怎么拉这个斯托宁啊，对面是一二三四五，好吧，看一下观战番怎么拉人啊，就等于说对面换顺法，对面换完五个顺法，观战番辅助才出手，你懂吗？我觉得对面下回可以换五个顺法了，真的，对吧，配速拉起宁波城直接换五个顺法，我觉得对面都能赢了，真的，兄弟们。对面没有换，哎，我觉得要换就一起换啊，真的要换直接一起换，地府都得死，换了两个嘛，宁波城换不换啊，配速顶个药，那宁波城也得换啊，哥，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对面第三回合怂了，对面第三回合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对面一二速啊，化身没有必要活血的，他化身直接换尼泊城，直接换尼泊城的宝宝，拉这个尼泊城，这个尼泊城直接换，残赛面多三个顺法，我跟兄弟们说一下，这一回合观战番只有可能化身能站得住，其他的都得倒，对吧，对面还有一手慈寒在走，怕个焦啊，对吧，对面化身地府有一把满愤怒啊，下一回可以死啊，好，这一手没有换顺法有点亏啊，哎，对面下一回合还可以换，对面残赛面正好有两个配锁，一个拉斯罗尼，一个拉尼摩城，对吧，对面一二三四五输啊，哥们什么概念啊，对吧，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回合制游戏对面五个先出手，兄弟看一下对面换不换啊，哎呦，对面化身，哎呦，小死亡挂，
换啊，兄弟，拉起来换啊！啊，没有选择换，选择金涛。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第四回合，难勇。关正帆的话，地府的话粘神粘马，对吧？哎，这好可惜啊！对面地府辞了一把呀，对面化身但对面化身但凡换顺法，关正帆这一把辞还是没有的，你懂吧？关正帆没有这一把辞啊，兄弟们。哎，不过我感觉这个比赛的话还是比较精彩。对吧，对面一把飞机。对面化身地府都是蛮愤怒啊。飞完之后呢，对吧，对面笑李残刀笑化身。小死亡挂挂斯托宁。对面斯托宁换两个宁波城出手是这个意思。对面这个时候优势无限大呀，真的优势是无限大的一个优势呀。下一回合对面点不了人，对吧？下一回合地府再开，我觉得地府，我是对面真的，我们管你三七二二十一，直接换起了，兄弟，真的。无间地狱一开不让你点呐、啊，直接换起了，哥们。好像舍身取义，舍自己。小死亡再挂挂地府，斯托尼，这把飞机斯托尼猛啊！鬼眼带幺六三啊，两个宁波城换顺法，化身直接死啊！这两个宁波城要换了呀，哥们。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对面产生面根本没有必要要配速，对面化身蛮愤怒，对吧？人物两个宁波城一倒地，化身直接反手一把词全起来了，这化身这又没死，你看没？又差一丢丢。哎呦，这好难受啊！两次这样的局啊，一次对吧，地府没有死辞了，一次化身没有死死了，好吧，比赛还在继续，比赛第六回合。金涛但是最起码现在还是看不到观战方的胜点在哪，好吧，对面小死亡再挂应该是这个节奏，小死亡再挂宁波神，对吧，你直接开无间这不就行了吗，对吧，斯托你换顺法，等两个宁波神换起来啊，哥们。宁波神走金涛，因为他现在走金涛不划算，第一个伤害不高，第二个没有鬼眼打不了隐身，你懂吗？我跟兄弟们说一下，这种要清惨的时候，产生面两个血宝宝换成顺法，而且比赛到第八回合，对面辅助有敌，给顺法加个敌，比赛直接结束。真的，地府给顺法开个眼，对吧？化身加个敌什么的，我跟你说，猛的要死。对面笑一把，不要让观战方化身给辞了。OK， 笑死没有问题的。两个尼摩神换顺法。OK， 对面有硬件啊，天下第一顺啊，这一个瞬机十多万啊，十多你十波。宁波城，宁波城难勇，难勇都不换顺法，真的。我跟兄弟们说一下，其实刚刚关对面的斯托宁可以限行的，限行有什么好呢？限行这个技能的话，封印两回合，而且对面是个一速，比化身要快，对吧？封了，被限行状态下面连特技都不能用的呀，兄弟们。
我怎么感觉对面要翻车啊？这能输啊？下一回要对面五个人换顺法，哥们，换顺法呀！隐身的龟速起来了，对面五个顺法，斯托尼连环击，对吧？连环击，隐身的宝宝，连环击一号宝宝，其他四个人，佩苏拉、尼摩城全部换顺法，比赛直接结束了，你还活血呢，真的！哎呦啊！连环击这个宝宝呀，这个是龟速啊，他们两个换顺法化身不就倒了吗？需要去连环击化身吗？我看这比赛我能气死兄弟们，真的。哎，化身也倒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观战盘只有，对吧？直接换顺法，五个人全换就行了，对吧？这伤害不舒服吗，兄弟？地府有马呀、啊，是比一个柠檬人要快一丢丢啊，没有什么用啊。宝宝有神，这关键番只有两个宝宝，只有一个宝宝能拉人，你懂吧？对吧？这兄弟怎么说？兄弟哥们，这比赛第十回合，这能赢比赛？这关键番能翻盘，我都去吃屎，真的。对面换对吧？顺机，顺出棺材翻的八级163，别他妈一个八级163把对面全飞死了。对面尼摩城对吧？出不了手的呀，这怎么出手啊，兄弟？对吧？得等到对面全部出完手，棺材翻才能出手，你懂吗？对吧？比赛十一回合，我觉得比赛第三回合棺材翻就可以赢比赛了，不用等到十一回合了。第三回合对面全换顺法，棺材翻全死完了，好吧？拉地府，地府拉斯托尼 ，A 拉 B 拉 C 飞机，那比赛还不是，对吧？还不是有了呀？比赛的话十三回合，你说打得精彩吧也精彩，你说打得不精彩吧，我觉得对面有点梦游。这对面宝宝都逃跑是什么意思啊？哦，关键时候观战番直接支付宝爆赚10万元，这个哦，观战番支付宝直接爆赚10万元，兄弟们。这个就是人民币的力量，兄弟们！我操，这他妈看个剑会还有假赛呢！我操！哎，兄弟们，这看剑会还有假赛，兄弟！这有点东西啊！因为他有的时候剑会第一的那个积分的话，就会获得那个全服第一斯托林啊，全服第一尼摩城啊，对吧？对面的话犯了一把，打到最后对面犯了一把，支付宝叮咚到账10万元，好吧？五个兄弟去按摩去洗脚，咱们下集再见。